王冰冰，谁是王冰冰？我就认识范冰冰、李冰冰，谁是王冰冰？全军出击！咋的了？好，剑姬马上进草，先干他一套啊！反正他是多兰剑。哦，王冰冰是那个主持人呢。哎，不行，这不能打了啊！晕 A 走。你们能玩了不？怎么回回这样啊？啊，你们还能玩了不？这，哎呀，我差一个小兵升级，你知道吗？没升，挺烦人的。拜拜。啊？你这不死了吗？还敢戳？他有意啊，稍等，他有意。致命点呀，挡啊，挡，哼，还挡。你挡个屁！死刑宣告不太合适。这样吧，一把长剑加个多兰。我们要出也出小反甲，我们也不带出的死刑宣告的，不合适。反甲钱不够，咱就先来个多兰加个把长剑。四级了，没事儿。我们拿了他一个人头，比他多了点钱，多了他一个水晶瓶。等会儿。来跑，兜儿，这有黄子儿，我在等队友，你在等什么？嗯？这不泄崩吗？这多少兵？蓝枪还没来吃。蓝枪要是来了吧，还能小亏点儿。这波我跟你们说啊，卡住他，晕完就走。即使我们这波死了，我告诉你们都是赚的，啊，都是赚的。
这波兵一个刀不让他吃，知道吧？这450块钱给他了。如果他吃到这波兵，那么他有可能会升到五级，你知道吧？这波兵不给他吃，有些兄弟一定是无法理解。但这样我们一定是赚的。不过我大意了啊，我没有闪。太拼了，太拼，我这叫点盐，兄弟。我本不想以我最高的实力与你战斗，兄弟，但是这是你惹我的，没办法，我们这波回家。我看你下波怎么办啊？呀，谢谢。哎呦我兄弟们，俺们房间 VIP 不是没了吗？我去找超管去，我去找我的超管，我说这个能不能给我还我一个，他说不行啊，活动结束了，我的超管太好了。然后过一会儿跟我说要到了，帮我说让他给磨过来了，感谢超管。哎呦我一秒四破，有意思，要到了，永久一个啊，房间 VIP 兄弟们，永久一个，我觉得这个我得有点深思熟虑了，这个房间 VIP 这得深思一下。到底应该给谁，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重锤锤锤重锤锤锤重锤，这个剑姬其实他没办法躲我，你知道吧，他无论怎么 W 他都躲不到，他 W 哎我最后一秒放，他不 W 他最后的 W 要挡我的时候我往他前面走，这他怎么挡他也挡不住。最好的选择就是不放，只要不放，哎，就不会被挡，就不会挡不住。回家啊，超火起步，真的，房间 VIP 就一个呀，这得好好想一想了。啊，永久的就一个，永久一个，只能给一个人，我都给萧山全自动给下了，然后下完以后不让我上了，没了以后我先怎么整，我先找超管问一问吧，然后你还我一个，对，就只能给一个。这个 VIP 意义非常的重大，它就跟主播一样，只有一个。哎
呦，可以啊，十分钟破败，十分钟破败很正常啊，因为你武器大师不用出其他装备，这英雄十分钟破败，六分钟破败都正常，杀俩人就破败了。小伙子，你吃我一个塔皮，还吃我一波兵，我觉得这样好吗？这样不好。我们已经无敌了。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狂。间接把下路塔吃了，我就想问这上路还来不来人了？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说想怎么死，吸住锤锤重锤，只要不放E他就是死，跳死吧。神志不清啊小伙子，这塔你敢守？高地没人要啊。嗯，来人了，来了两个妖德尔人，还挺疼。别急啊，这红不好打，等一等。这回打。嗯？走兄弟们，这波肯定是打不了了。兄弟等会儿啊，等会儿。哎，这小胖打人这么疼吗？要我E都没开给我暴击了，早知道我早走好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心远了，这是，这就是心远了呀。这波他压根他就不应该去，就应该赶紧跑。小炮不应该起飞了，小炮啊呀，小炮六杠一呢，杀了我们两个，以前是四杠一啊，他是他们家比较肥的那一路，明白了。没想到啊小炮啊，剑尖儿呢？剑尖儿挂机了，280。艾克也不行啊，一个打俩都打不了，真是的，白整。白搭呀，带线。哎，不跟你打了，溜了，咱一打二不现实啊，咱们也不跟他们打，我们一个人拖住俩人，非常的好。还追呀、啊、还追呀 啊还追。来吧，我看你这高地要不要啊，你俩就守我，对，你俩就守我，我一个人打俩。
哎呦我的天哪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来呀，继续，呜，呦呼，上当了。哎，追，喜欢追是吧？不追了。老硬追什么玩儿了呢？你说，他急了，我们就成功了，知道吗？只要他急了，回家。剑姬是九级，下去找他去。一扣耳裂，你还真打不过这剑姬兄弟。我吸他来，他可能要交闪啊，不让他交闪把黄子杀了，这闪不能让他交，去把红打了，打完红然后我们推中路，啊不对，推下路。我们现在就是一只苍蝇，你知道吧，就是一只苍蝇，你小胖要追我我就跑，你要不追我就追你，敌退我追，敌追我跑。在这等着剑姬，把剑姬出来杀了。OK。杀完以后推塔，来人了，跑了，拜拜。推中，推中，推中。好，不回来是吧？不回来，我就再回来。你发条可守不住我。你一个小发条可守不住我，兄弟。好，就剩他俩人了啊！黄子别往上上了，这黄子。不行啊，他不能上了。这咋这么装呢？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这装什么呢？600块7650，600换650还行吧，不算特别的赚，但咱们也不亏。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艾克跟小黄毛死了，他俩满血呀，我记得，啊不是，他俩残血，啊让剑姬给收了呀。那个剑姬居然有了300块的赏金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他，我记得他2-9，好像是这小子，一共这20分钟一件装备，这英雄确实狠呢，发现没？这就是一个怎么捡都可以捡得起来的英雄，很厉害呀！继续。继续担待。
打大龙显得有点多。严阵，两个人打不过我，除非是那露露来了。左边有眼儿，队友去大龙这边，你们团吧，你们团，我单带一会儿，带一会儿。我又回来了。去大龙，我想闪现跳他来的，好推呀，我这也死了，这怎么打个三换三呢？不应该呀。他有闪，你不怕死啊？嗯，可以啊。你别找他打，你就跑就完了呗。这黄子儿，一扣耳链呢？来个蟹手吧。这样啊，这一波呢，艾克去下路带，我们去上路直接打龙去。我去打龙，艾克带一下啊，这波让艾克下去带线的，我们去打大龙，因为没有我们，他们打龙打的慢。真眼儿，放点真眼儿啊！我又回来了，炸飞他们！真眼儿，把他们也算上，把龙偷了来。你们如果不跟我来也行，我自己打。别往这边引呢，我操了，这老往这边引什么玩意儿了，你说有病是吧？纯是那精神病，哎呦我操，硬搁这往这边引呢，你说我在这边打人家就硬引，你说你跟他们中路去打去呀，你别往我这儿走啊，大哥呀！你说，你往我这儿走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我都气死了。我去带你们打不过，我不带，我去打龙，你还往我这边引？你说，别打了。哎，可以。我一带对面就过来抓我，你知道吧？我要是不带的话，他们还打不过。
就有点难受。小龙三条，直接带就完了。我一带对面就过来抓我，然后队友啥也不干，那更亏。我去带线他们也打不了龙，你们伤害也不够。出来打，行。你说我这单带他们打不过，然后对面把龙打了。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很亏？不行了，我用命把这个塔拆了吧。可以，这是好推呀，这。不过我们现在需要穿墙。我闪了得了吧，我闪了。跳弹吧，跳弹。他应该跳下来，我们赶紧跑。这小炮神装了，天哪！怎么会神装了呢？现在就只能用兵线来带对面，知道吧？把对面给带出来，别打了。我用兵线把他们给带出来，你们别打，你们打不过全死，我就得回家。这可没控制啊，这对面先把小炮给我收拾了，杀小炮。这波没一打三，我是没想到的。哎，这烟雾弹太烦了。你先把小炮杀了吧，我的天哪！不是不晕小炮，晕蓝枪。我一开完了，他有烟雾弹，我没办法，我只能晕蓝枪，我跳不到小炮，明白吗？